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今天啊，这三名母狗，我看着都像发情了，但是没有跟他们配。让他们再调理一段时间，是不是？拿那个消炎针啥的给他打一下，给他调理调理。漂亮了，有点太凉，配好了太凉，暖一下。这个药已经配好了，但是给虎妞打针，必须得拿绳子给拴住它。不光它，连这个拉开和这个艾米也是一样，必须得拿绳子拴住它，要不然我稍微一抓不住它，它就跑了。给它先拴个绳子。把那大绳子给它拴着，让那药可别踩了后边。好，先把虎妞给弄过来，先给它打。它劲儿可大了。动。赶紧吧，不行你还得拉住他，你先试一下，来回晃。我怎么拉呀？别动。一会儿啊，我走。离他嘴太近了，拿龙嘴吧。你看他近，我都拉不住他。他聪明了，他咬绳，那咬不断。你看 no 黑罗来劲。来了，你看一走，你看你着急的。你一走他着急。哎呦，那小不小？还行。哎，好嘞，这就安全了。这够呛能给他打进去，他的劲儿太大，来回搓你。那还打背上啊，还是脖子处啊？你看打脖子上吗？我先那个用劲儿给他蹬上啊，你把尾巴拽过去，是不是？
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来来。不出去，在这儿。我拉着他。过来，拉开。等着。让他跑就行。过来。坐。拉开没事。坐。垫高点给他啊，别起包了。坐下拉开，哎，别动啊！拉开很听话。好了，动。别转圈儿，马上完了。现在给他有点冷了，你看，哆里哆嗦的。OK， 走吧，回你笼子去了。回你过来，回你这儿。回去，进去对，过来。好，我不用你扒我了。艾米是恢复过来了啊。但是有一样，他这个针可不好打呀。对。这家伙太坏了，这家伙真的。看见拉开了，真是不能见拉开，一见拉开他俩就开始了。拉出来，把他给拉出来。这雪是在下呀，还是刮的？刮风刮的呀？下的，这是你看看这个，雪片大了，你看没？这晴了天还下雪啊？他都不怕冷，你看他。雪地一趴，要是没有拉开这几个短毛的，嗯，那这罗纳就根本就不用这样保暖，对，就不用搭棚了就。但是这样还是好点，我感觉，就对他们来说也好点。这艾米知道想干啥，先试试吧，我先不拽了，你先试试。趴那别动啊！哎，趴底下别动，开门。这头乱扭，看看我们俩今天能不能控制你。不行，还得是用那链子，我感觉。不让你打。嗯。你看，他的肉可娇贵了，感觉受不了疼。你看看。算了吧，还是拿那链子吧。别动！哎呦妈！啊！他就是不让打，针头都弯了。那也不能让他喝了呀。艾米这家伙身上的肉太娇贵了，最后还是换这个粗针头，一下给他打进去了。那细的不行，细的我说慢慢推它不疼，它谁想到这家不让打，它劲儿也大。行了，那跑。
不能让它跑，它又找拉克去了。哎呦，先跑会儿。你那样它爬，你看吧，我说找拉克。阿米打了一针，这家伙对我是没有发脾气，这进来之后又对拉克发脾气了，啊？他得发泄发泄，他得发泄出来。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三条狗打针就这么难。你像给这个黑罗那他们打的时候，消炎针啥的，人家都不动。嗯，就这三条母狗最难办了。拉克还好点。嗯。拉克他还那啥，不用怎么拉着他，嗯，只要他往他脖子上套个牵引绳，他就不动了，嗯，他就知道是在这拴着他了，他不动了就。真难给他们打。哎呀，太难了太难了。虎妞也是力气太大，然后就弄不住他。这个阿米呢，现在吃胖了，你看看也是那样，针头还没扎到他身上呢，他就嗷嗷嗷着一个人在这叫。行行行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